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民进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早几天我们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有一本神秘的书要出版啊。当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时候，这本书实际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所以你现在如果打四个字红色赌盘，红色赌盘，那么呢你基本上只会检索到啊这个华尔街电视啊和我的典礼今天上跟大家预报了这个啊这个书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今天也看到了一篇报道，是来自于英国的金融时报啊，但是对这个书的作者进行了一个访问。我相信更多的报道应该是在啊9月7号啊之后，各大英文媒体将会报道这本书。这本书之所以很重要啊，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啊这个段伟宏的前夫之手。谁是段伟宏呢？在大概10来年以前，可能没有十来年，还是5、6年以前，也许还更早一点啊。那么九年以前，12年的时候啊，对，段伟宏女士啊接受了我的媒体的采访。那么之所以接受这个采访，原因很简单，就是《纽约时报》今天阵地的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揭露中国的当时的总理温家宝的贪腐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纽约时报》非常顶尖的一位记者，后来因此也得了普利策奖啊，叫张大卫啊。那么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温家宝的家族、温家宝周围的支持者啊，也跟我们联络啊，因为我们呢啊披露了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个是在中文世界里面影响很大。当时候的中国的大使，中国的大使这个叫张什么红啊，那么这个还从华盛顿赶过来要求《纽约时报》最开始不要登这篇文章啊。我们之前知道了有一些消息，但是没有想到他见了《纽约时报》的老板，见了《纽约时报》的老板，《纽约时报》的老板没有编辑权利啊，就像我在民进一样的，很多的节目我根本没任何编辑权利，完全是由啊这个主持人啊和记者自己去完成啊。那么这个大使是通过《纽约时报》的老板市场试图给这个《纽约时报》的编辑施压，不要登这篇文章，反而刺激了《纽约时报》的编辑马上把这篇文章登出来啊。那么这样一个暴躁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段伟宏他是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啊？当时候这个还揭露出来，这个温家宝自己的家族，甚至他的老母亲也是对此这个股份啊。中国的党内传说啊，这个温家宝的问题做了一个调查啊，但是这个事情之后呢，又发生了更加啊匪夷所思的澄清事件啊。那么这样一个澄清事件在过程中间啊，周永康扮演了这个试图缓和这个局势发展的这么一个角色，希望澄清的事情到王立军事情为止就拉倒了。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跳出来说不行啊，要把这个事情查下去。而支持习近平的人呢，恰恰是温家宝。习近平为什么当时跳出来让大家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是皇主身份，皇主身份需要保持冷静，对吧？需要低调啊。但是他为什么那么着急跳出来啊？那么就是这样一本啊书啊，第一次来自于经历了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呢，他能够通过温家宝和温家宝的夫人啊张佩丽之口，透露了当时候的政治局常委的这个秘密。哎，这个秘密书里面讲啊，就是呢这个啊张佩丽啊女士啊告诉段伟宏啊告诉他的啊。那么这样一个沈栋先生呢，他是啊上海出生的啊一个并不是高官家庭的人，但是他在美国留学，后来回到中国啊，结识了啊他未来的这个妻子啊，这个段伟宏。他们当然现在离婚了，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段伟宏仍然下落不明。温家宝啊偶尔还出来露一露哈，由于他主张普世价值，又在这个啊薄熙来这个事情上面勇敢的站在习近平这一边，所以温家宝的家族的事情似乎就不了了之。张大卫他是怎么拿到这个材料的？这个书里面有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跟我原来自己所想象的或者是自己所了解的是似乎不太一样，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权威可靠性的证明，而他应该是有一些消息啊。那么这本书里面披露出来是说了习近啊这个薄熙来的安全团队啊，就或者是什么团队的部下把这个材料几项材料给了张大卫。那么为什么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呢？之前也有这种传说，是因为我更相信张大卫的说法，因为没有其他的消息，张大卫说是他独立进行的调查，根据我跟啊西方媒体打交道的经历，西方媒体会在某种情况之下保护这个消息来源，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某些报道确实是他们研究的啊，确实是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然后呢用这种记者的调查精神把这个情况呢给揭露出来啊。那么事实真相是怎么样，我们可能要看到他的书在9月7号之后上市才能看到。我们这一节主要是要讨论，就是说从啊薄熙来事件在之前的一届中间啊，那么这个啊我们的扶贫先生说啊王立军事件啊是这个偶然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或者是另计划的这个孩子的去世另完成的这么一个意味的啊，不是另完成叫另谷啊，那么以他父亲和母亲的啊这个名字给命名的他的一个名字的突然死亡啊，那么还有这个薄熙来啊夫人这个所军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枪杀这个杀害这个海伍德事件，药物杀害海伍德事件，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延续到今天，段伟宏为什么下落不明？最近关于啊这个马云的命运啊，关于这个许家印的命运，到底是进去还是啊这么悠哉悠哉？我听说江湖上还有一个赌博啊，就是这个听说是这个我们的啊日文啊进行了赌博，对吧？有时候我们跟朋友之间争论啊，争论不下去了，我们就来一个小小的赌博，增加一点趣味啊，说赌博一下马云是不是进去，是不是有没有这回事啊？日文，有的，啊，有。啊，有怎么回事吧？你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吧？那个朋友的名字就不需要讲了啊，只是讲这个你跟某某赌博啊，还是就可以了。我怎么回事？好，这个赌博肯定是有的，朋友你也认识，但是我不披露名字啊。这个我们是在前不久在一直幻图上这个谈起来这个所谓的街头资本的吧，资本风暴嘛。谈起资本风暴，然后就谈这个马云的这个被到底会怎么样。然后由于这个那个时候杭州市委书记那个周江勇刚刚被抓，然后这个赵薇的这个事件也是这个影视作品全部下架。那个朋友认为这个是从外围来捡裙边，就是说先扫荡外围，然后再从这外围逼近马云，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跟马云似乎有很深的关系。周江勇是当杭州市委书记，然后就是赵薇，我们讲这个也在参股了这个马云的这个所谓的影视机构嘛。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说，这个马云，当然习近平会让他很难过了啊，很难受啊，但是不会由于马云自身的那种标杆作用吧啊。他毕竟属于新经济的，原来是誉为新经济的代表人物，而且他创造了庞大的阿里帝国，有这么两个身份加持的话，如果讲没有过多的证据表明这个马云重塑了这个反对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活动啊，仅仅是由于这个资本的问题或者由于其他的问题，习近平不会这个对他这个所谓的下狠手要逮捕他了，要他把他投入监狱了。但是朋友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根据他的判断是会的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当然就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打个赌啊，他是半年，我说一个年啊，一年来看啊，如果说是这个，当然他的这个还是比较宽松，他说这个是说以公开的
这个消息为准，就是也就是说，马云即使被投入监狱，也必须是官方公布的，才算是啊。所以我们就算是打了一个赌吧啊，那个反正这个时间也是很快的，大概这个我们就这属于这样一个局。不过后来我自己把它发在这个微这个推特上，我看了之后推特这个很多人都有回应，大概是反正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呢，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可能是压住在我这边的呢稍微人数比较多一点啊，压住在我这边，他认为这个不会把马云怎么样，对不对？也就是马云不会去监狱。当然也有战争会把马云投入监狱的啊，会把马云投入监狱。这个这是暂停的也就暂停我朋友的也有很多人，也有很多人。这个事情呢，往这个后续啊，那么涉及到刚才你说的这样一个话题，属于这个资本的这个组就红色组盘的问题。马云也好，许家印也好。包括段永红也好，这都是组的权力的在这个我们白的手冰岛套。放一放那个红色赌盘的啊，那个宣传片，出版社提供给我们的宣传片，请看一放一下。对，你讲，抱歉。好，都是属于的权力的这个所谓的白手套。那么这么说，年来也，这又说到所谓的习近平的一个共富的问题啊，习近平的共。我认为习近平打资本呢，实际是要资本取血啊，并不是要把资本打得伤筋动骨，动弹不得，它不是他的本意。那么为什么要资本取血呢？这就说到这个邓小平的所谓生父政策，生父政策是针对过去的我们讲这个计划时代的大锅饭来的，那个是平均主义，是平均平全体共同的贫穷。那么要改革的话呢，你不可能就是说，只能实际上让一部分人生富起来，这样一个政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有某种迫不得已啊，有某种迫不得已的。但是它的后果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生富到底是让谁生富啊？这里面就有一个分配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说，中国的权力阶段，因为中国是一个权力体制嘛，啊，这样一个权力体制的。生父的那一帮人肯定是离权力最近的那一帮人，或者说就是权力中的那个那帮人。所以，我们讲看，就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早期是所谓的官倒啊，这个，或者是说，用所谓的这个，用所谓的这个你下海经商来买你的这个，不要你当官，给你一笔费用啊。就成立各种各样的公司，包括邓小平的儿子，邓小平的儿子什么这个什么个康华公司啊等等啊，这其实用钱来用钱来买腐败的问题了，这是早期的官场。后来92年邓小平南方谈判之后，大批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什么官场中人都纷纷下海，那么这些下海的人，无非你从他现在来看，无非就是用体制内的资源，有一部分是一些说你鼓励你下海，那么你下海会给你很多优惠的条件。另一部分，即使是说你下海，既然没有给你优惠条件，但是由于你原来是属官场中的人，那你能够动用你的人脉、你的资源来获取你的资源。所以像中国的富豪啊，多数身富起来的这帮人呐、啊，基本上是离权力最近的人，或者是靠近权力的人。那像马云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小。马云，我们应该来承认，马云当初起家的时候啊，是靠自己的属的商业嗅觉的敏感。当然，马云他做，后来做大的过程中，他也是这个利用这跟权力的这个紧密结合，尤其是派他的所谓的那个这个蚂蚁金服、蚂蚁公司之后，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高科技公司呀，反正有很多人讲这个，我记得徐光这个最早就是康德这个，你要说那个时候什么有个硬科技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像美国的这样的科技是做硬科技。中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都是搞什么所谓的这个应用软件啊，搞什么饭局呀、啊，搞什么其他的问题，这都用到这方面，甚至很多这个科技公司后来都纯粹成为所谓的资本投资公司。那么资本投资公司谁进去了？当然就是个人，这个我们讲就是高官的子女呀、啊，或者是高官本身啊，官员本身加盟。
所以它跟权力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这样的话，我们讲这个身富起来的一帮人，都是资本和权力结合，都是这个权力中人，那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所谓的贫富分化的问题，贫富分化。因此来说，这帮资本呢，它污染了权力，权力同时也带坏了资本啊，带坏了资本。这其实就是说，习近平要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要建立一个所谓干净社会的这样一个动机。那么现在呢，纷纷我们讲，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由于这个反腐的需要，反腐肯定就涉及到资本啊，因为这你跟权力跟资本信条的卢赌之深的话，不反权力而极反权力，这个不拉资本或者不拉某些资本在开刀，肯定是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反腐可能就是半截的反腐了。印度就从这样一个逻辑来看，最后习近平也是要拉一部分资本家来进行开刀的。但是这个开刀的本意并不是说因为他资本太多了，所以要把它杀富济贫，这不是这个意思。因此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权力的这个白手套也好，这些资本家现在这个被马云或者许家印等等，他们今后的命运会如何，会怎么样，可以继续我们讲进行进一步的观察。我就讲这。好的，那么这个申平，你来讲一讲你的盘点。哇，你现在还能不能顺便先讲一下，有一个没有讲到，我们标题里面写了许家印的命运会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讲到？我没有讲到那个，但是马云是讲了很多。我就这两天还跟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呢跟马云经常在一块儿，就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就是还从那个段永红讲起吧。我记得是在2012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报的那篇文章。那当时我在2013年，我在给习的那封信里面，我就提到这个人，我就提到那个这篇文章。我当时我这样写的，我说习近平先生，当你强调三个自信的时候，就制度、道路、制度、理论自信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真诚。就但是呢，你的同事们也真诚吗？他们也有这样的自信吗？就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都说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那看看温家宝先生是怎么奋斗的，再看看戴向龙先生是怎么奋斗的，对吧？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属吧，在同一天买进了平安公司的股票，就赚取了数百亿的利润。就一个是共和国的总理，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主管金融。就这个事情被媒体报告以后呢，我记得我们俩也谈过，对吧？当时是想，就有人要找你采访嘛，但你想直接采访他的家属，但是他们没有同意，就是温家宝的儿子，就温云松或者什么。没有，我们想直接采访温家宝，温家宝说本人肯定不可以到这个北京来。我后来他不找了两个律师，对，找了两个律师。后来我记得有一天你跟我说，哎，他说他们倒推出来一个人可以来就是采访，叫段伟宏。那后来你们就采访了段永红，我也是仔细听了那个。那段永红讲的故事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张大伟的文章是2012年10月份出来的，我在国内有朋友呢，实际上就是给张大伟是透过料的，就是当时这朋友在南方周末干过。就是如果一定要从阴谋论的角度说的话呢，那应该是温家宝干掉了薄熙来以后呢，应该是薄那个系统的人或者他的朋友们帮他报了这个一箭之仇。就中国的这些企业之间，如果你去看段伟宏或者平安公司保险那些他的股份的怎么代持的，这非常复杂，就是可以说那个一层一层的关系，就老鼠洞里面都藏了不知多少圈。但是能报得那么清楚，他母亲名下有多少，当时是10亿，对吧？他的太太名下有多少，他弟弟名下有多少，就这么清楚，27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按照汇率呢，大概180亿人民币，讲得清清楚楚，哪天进去的，哪天出来的，这些。所以采访段永红以后呢，段永红讲了一个很荒唐的故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那个张大伟所报的温家宝的那27亿的那个股票啊，平安公司的，他不是他的，是我的。他我是当时是买了平安公司保险的这个原始股，就一不小心呢一上市发了大财，我呢不想露富，
所以我就叫我的手下呢去找人去找身份证代持，这代持在中国也是合法的。他没想到呢，就找到了温家宝的，就是家属，包括他的妈妈、他的弟弟和那个他的太太的三个人，就这么一个解释。他说，否则他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就现在这股份早已经归还到我的名下了，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就代持，他这才说了一个，他说是记者找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个事儿。那这里面就至少有两个东西是有点讲不清楚的。其一是什么呢？是概率。你想，你随便去找人代持身份证，中国就是14亿人，你就像你摸彩一样的吧，14/1000，你一摸到他的太太了，这概率已经很小了，而且这还要立方一次呢。他还需要第二张、第三张呢，再一摸呢，又摸到他的弟弟了，最后摸到他妈，就这14亿的三次方，这个概率基本上不发生的一个概率。其二是什么呢？就是人情或者叫逻辑。如果说你跟温家宝是朋友，对吧？温家宝要赚了，他自己要是以什么方式赚了，就是27亿美元。他呢藏的，比如段伟宏那儿有可能，就是因为段伟宏可能是他朋友，温家宝呢是镁光灯下的，他不愿意露富吧？那段伟宏帮他代持，这个倒过来的事应该就不会发生了，因为这太不符合逻辑了，对不对？你赚了几十个亿，你叫总理给你代持，总理的家族给你代持，那你不是害人吗？他怎么会把身份证给你？所以至少这个说不通。但不管说不说得通，这故事就这样讲下去了。讲下去之后呢，也没有人再去追究了，就这么一个解释。所以我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我得到的一些信息呢，实际上这些钱早就进了该去的地方。为什么呢？你说温家宝家这些钱也好，戴向龙他的儿子，就他的女婿车峰为这个事儿已经进去了，他们俩是同时买进的，这边赚了170个亿，车峰那边呢几乎也赚了就100个亿左右吧，同一天买进。这个钱到哪去了呢？应该是一个所谓就是廉政账户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不能想象中共是那么一个集团，他说行，这个事儿反正现在也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对吧？外界也不能再问了，就是段伟宏的，人家也顶了这个缸。但是以后这个事儿过了以后呢，你再把这个钱拿回来，这170个亿还是你的。我想这个大概不会，这钱一定会到某一个地方去。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或者说有人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吧，我比较相信这个。反正温家宝现在确实没那个钱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想讲就没有讲下去这个，就是说其实习现在他面临的他最大的挑战不是强国，也不是民主民生，就是资本的挑战。他首先要把资本制服了，而首先要制服的呢，就是那些有白手套的资本。你后面不管是温家宝家的，还是邓小平家的，还是什么其他人家的，这种权力对任何人来说恐怕都是太大的一个威胁。就是戴着白手套的权力，他们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权力，就是资本啊，戴着白手套资本，它就是一种权力的延伸。而在中国过去几年呢，这基本上是一个资本界的一个常态。几乎所有的，所以九龙治水，那九条龙下面都有自己的白手套。就是有一天中国要是真的就是崩溃的话，你会看到中国是一个就是一个财阀混战的局面，财阀后面呢又有政客。那实际上呢，这九年基本上是制住了这个现象。现在开始是对于什么呢？不那么明显的，但是呢在资本界呢疯涨的资本，比如互联网的资本，比如像滴滴那样的，再比如像美团那样的。我不相信像美团这些后面有什么中央政治局之类这样的背景，它应该是没有了。但这种疯涨的权力呢，它对社会也是一种破坏。但是同时呢，我又认为呢，中国要是没有资本这个力量的话，绝对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所谓的第二强国也好，第一强国也好，它必须要靠资本。就像毛泽东当年打天下，他靠的是武装力量，对吧？
暴力，但是暴力它也后面有人心作为支柱，农民的心靠打土豪分田地呢换来的。现在中国要走到世界前列，它必须靠资本的力量。如果中国把资本杀掉了，那无疑是自杀。所以我完全看不到中国有对资本下就真正下那种狠手要把资本干掉的 那种决心。他只是想理顺，能不能理顺看他有没有那个能力。至于那些动不动就说你看现在打马云了又怎么样了，其实那个邓友仁那个赌局我当时在场，就我根本不认为会有马云这个事儿，除非马云真的就是铤而走险掀桌子干出一些荒唐的事来，否则他一定能平安过关，因为他是资本，中国资本的象征。大家也知道在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首富是谁呢？是王健林，连续两年。王健林之后呢就是马云。马云在这两年出事以后呢，他远远已经不是中国首富了。今天的中国首富实际上就是一个做矿泉水的。对。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啊，那么这个我们中间插断一下啊，请胡平先生讲一讲可以吗？嗯，可以。当然他对段永亨这幕后的故事我不是很清楚，真的都还不是很清楚，是吧？去南山一样啊，对。那么他这个在高官家族这种腐败的情况那大概是早有所闻，而且他曾经一度也是变成所谓改革的动力，成为改革的润滑剂，什么官商官导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轮火箭啊等等啊。撇开其中的价值判断不说，单从事实而言呢还并不是没有道理。那么在这种情况，所以中国如果说最早富起的那批人，那很多还是城市里的一些什么闲散人口啊，很多劳改释放犯呢这么些人啊。那到后来呢当然就是双轨制出现，那就是官商官导。然后九二南巡之后嘛，那更是炒房地产呐、然后一些国营企业改革呀，这都造成了一大批巨富。而这些后来出现的巨富呢，当然都是就是权贵家族或者个高官他们这么造成的。这种由于正因为有那么多高官有了贪污腐败的这个机会，所以就使得他们对改革就变得很积极。这所谓成了润滑剂。而且他在中央能捞那么多好处。到头来就推进了改革。只是到后来当然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各界的这个反感。那么你当然到后来这个所以习近平这个反腐败这个旗号永远是能够得到民众的这个支持的。但现在现在这些事情当然它不可避免的就成了以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正因为大家都人人有份儿，拿这个棒当棒子打谁都能打得中。那你就看最近那个谈那个谁嘛，那个谁来着，那个中纪委的那个组的什么第一副组长啊，那谁是吧？很红。对，那就是很最近的事儿了，他还是中纪委的呢。那就说明你都过去那么多年，你这反腐败那根本没动到他这儿来呀。他很多腐败恐怕还就这几年搞起来的呢，所以可见原来的你这权力，通过权力来这个反腐败，选择性的反腐败，那你起到的作用是就是打击你的政敌，这有用，当然对你自家人那完全就另当别论。那从他的下落马，而且有贪污数量如此巨大，那你可以想象，现在手握大权又是被当局所信任的那些高官中间。此类人一定不少，所以这更显得你这过去这段时间反腐败就很有些笑话，那么现在披露这些事儿，到底会揭露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就看了书才能够知道，不过可以估计的就是在一段时期之内，那么党内他们还是会把反腐败作为一个整人的手段和工具，因为它很方便很好使。而且同样的呢，我们仍然不能对他反腐败这种造成效果给予太高的评估，就是也就是说一定是有些很多政治上靠得住的人，他们在重建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只不过呢他们和一般的像所谓民营企业家不一样呢，他们平常不太露富，你在胡润的富豪榜上也看不见他们的名字，你现在叫大家捐款富人捐款也轮不着叫他们，他们是比较隐形的富豪，
而且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传了几代之后，当然那资本也可能就减少了。另外这个他慢慢你传的转手的人多了啊，到后来你就说不清楚，还算不算腐败了啊？比如后头接手的人，他也许是通过正当途径接的手，那么到他那儿财产付到他那儿，那就不能说他腐败了，那等于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他卖给你了，那东西到你手里的，那不能说是你偷的，因为你是花钱买的，你是正当的，而那个小偷呢，把东西的赃物都转移了，你也没法再清算他了，或者不太容易清算了。他这么一来呢，倒是你到以后你要计较这件事情呢，会更困难。嗯，现在他就是又和现在这个搞什么这个三次分配，也有一定的关系，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老说你这个三次分配不太容易这个得到人们的这种认可，道义上的认可，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高官家族你们是不义之财、非法之财是最多的，结果你动来动去都是动演艺界的人士啊，或者动这民营企业家，而你们那块基本上不动，当然那块这个习近平反腐呢，在有些事情也做了一些约束，多少呢？至少面上是有些减少，但这个问题那一块东西摆在那儿，这个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就特别是就是不久之前那个中纪委的那个人的落马，他的腐败数量那么大，他就是中纪委的，就专门搞反腐败的，而在反腐你这个习近平反大刀阔斧反腐败之后这么多年，居然人家安然无恙，还有那么多钱，所以就是人家使你就不免对你整个这个反腐败你的这个成效，那就更怀疑了。这个问题你是对中国来说它是个无解的题，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很就单凭这一点，使得人们不仅对你的反腐败，而且对你的这个共同富裕都会产生这个很深刻的怀疑，这个很难去掉。我就先讲这点。好的，谢谢啊。那么徐光，你做最后的总结，你先告诉我马徐家印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会怎么样。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说，徐家印辞去这个董事长的职务，实际上是一种自保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自保的行为，让别人去处理啊，这样更方便一些。他有些事情，他在幕后去做啊，这样可能更方便一些。这个红色赌盘这个局呢，我是觉得是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党国体制不改，你又搞市场经济，那腐败就是必然的结果，不可能有第二种啊，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政府有决生杀予夺的这个权利啊，就像我们说计划生育一样。他可以禁止你计划生育，也可以禁止你不生育，像罗马尼亚检查妇女的月经，对吧？现在你这个鼓励生三胎，那下面我相信还会有配套的各种各样的措施惩罚你不生育啊，只生一胎或者说不生的这人可能会受到各方面的惩罚。所以这个强大的权力体制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形态都会走形，就是全世界你很少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共产党鼓吹这个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不是苏式的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是叫计划经济嘛，啊，中国不搞计划经济了啊，当然有强大的国家资本还在啊，这个不是半壁江山，是绝大部分的资本在国家手里掌握着，但是有民间有市场经济，它不是苏式的啊，甚至国有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到市场里头，它有垄断地位，但是呢，它也参与市场啊，那么甚至也参与国际市场，这个也是被西方国家指责诟病的，因为你是，国有资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你是不惜代价啊，不惜代价，不是正常的资本家的行为。那么在这么一个局面下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这个49年以后建立的体制，不管是合作社啊、公私合营之后建立起来这个计划经济体制，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它是一套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我们按马克思主义这个哲学分析的话，那么这些官员应该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啊，它是
名义上不拥有资产，但实际上所有的国有资产归他们来支配啊，这个叫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叫新阶级啊，杜拉斯说的新阶级啊，杜尔斯说新阶级也是这个苏式的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改开四十年它形成这个民营资产阶级，这个民营资产阶级呢，按育儿的说法，干净的社会是可能是最不干净的一批人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当然这干净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认为自由社会就是一个不干净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现象你都要容忍啊，你不能按照某个个人的这种道德观来评价这个，你只能按照说他是不是保护他私有财产权利，是不是他个人权利啊，在他权利范围内的，你没法用不干净来惩罚他或者描述他啊。那民间社会只能说绝法，但是不能动用公权力去改变它，改变这个所谓不干净社会啊。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过去四十年的这种中国发育起来这个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这个词也很好，就是中国特色的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你既不是苏式的，也不是欧式的，欧式的这个福利社会主义，欧式福利社会，它真的是什么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这么过来的，甚至你还可以加一个三次分配，它这么过来的。但是你用这个理论来套中国，显然套不明白。套明白就是说，本身这个发育起来这个民营资产阶级，就是搞就是这个民间这个资产阶级，它能够发育起来，能够做大，在它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官僚的渗入。所以我们讲吴敬琏讲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初时候，我是抵触这个词汇的。我说那个驴粪蛋和那个葡萄干凑在一块儿，你不能说我出一个产品叫驴粪蛋葡萄干，这玩意儿是不能吃的啊。如果说一大堆的葡萄干里头剩了个别的驴粪蛋，你看把它捡出来，当然驴粪蛋很大，羊粪蛋什么之类都行。你如果说一半一半，或者说是不可或缺，说我这个葡萄干这个驴粪蛋是不可缺少的配方，那你就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市场经济里头，我就说哪怕一个小摊贩，他都和这个这个工商所管理人员他都有一些灰色的关系啊，从小到大每一步都离不开这种监管部门、管理部门在这中间的啊，包括你各种这种文化场所啊，就有文化局的介入，你街面上就有这公安局的介入，哎，这些人在中间拿保护费，拿这种干股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他是非常纠结在一起的。就这一部分的话，有人也说那可能是不干净，这习近平也要重点要讲这个，就是做官你不要发财，发财不要做官，这个你能找到习近平的这个视频的，说做官不要发财，发财不要做官，这是一个中国很古典的一个说法，做官这个话也很民间，也很传统。但是的问题就在于整个改开四十年，因为你这个党国体制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民间的资产阶级他都跟官僚的这个家属啊，各种各样的人有关系，跟他的白手套都有关系。那这个切割起来很难很难，这是相当于这个共产党讲刀口向内向自己开刀。那开刀的人能不能向自己开刀，先问题操刀手能不能向自己开刀。所以这么我基本上认为是个无解的一个话题，无解的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所谓反腐啊，习近平这个反腐运动，最后它必然沦为一个什么？沦为一个就是说，这个叫宝狼走了，恶狼来，因为你整个这个体制没有改，整个党国体制没有改。当然，我也知道这个盛明兄在鼓吹这个党主立宪，所以我也有机会，我也想听他讲一下，就是这个路线图会怎么走。就是说，如果说党主立宪能形成的话，你相当于就是说有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政协系统能够有效的监督这些党员干部啊，就是你重要的权力部门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像过去的纪委实际上就是
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现在就了厉害的不得了，那么他也就成为贪腐被腐蚀的一个对象。那么就说有没有这么一个体制，就是说能够从最高层，你这个所谓党权的最高权力能够被议会制约，这么一个立宪，就像也许是清朝的咨议局，但是呢总体来讲，现在你中国既然有人民代表大会，有政协，那么这两个机构如何摆脱橡皮图章和花瓶的地位，就是两朵苦菜花，怎么样改变自己地位，能够制约党，而不是被自己内部的党组所控制，在党组又被政治局和书记处控制，那这个路线图会怎么走？如果说还在党国体制下，还能有效的实现这个？回答你一句吧，就是我当初提党组立宪的时候呢，自由派都反对，说什么党组立宪，要民主立宪。现在倒有很多自由派跟我说，哎呀，真要能搞到你当时那个党组立宪啊，也就不错了。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国正在那个路上，只不过自由派认为不可能。我现在想，我刚忘了一点，就是其实这是我就这两天跟朋友，我问他们那个问题，就第三次分配，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第一次分配非常简单，就是以效益为原则的一个分配，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或者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分配。第二次分配呢也很简单，就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分配，那是根据公平的原则，社会公益事业需要钱，补助穷人也需要钱，这两个都没有问题。第三次分配呢，实际上是以道德的原则，就是一种慈善捐款良心税。那中国现在的问题呢，它是第二次分配没有完成，我上次说过，很多人还我看在留言上说这更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这些人是真的自己没搞懂。中国首先它没有 property tax，其次他没有呢 capital gain， 他没有资本利得税，他没有房产税，他也没有呢遗产税，这在美国是第二次分配中间的可以说三个最大的税种。你在美国你要是赚了一个亿，你要怎么做呢？按照你的工资 39% 你要交掉，按照如果你是 capital gain， 你是卖房赚的钱股票赚的钱 22% 要交掉，如果拜登的法案通过要涨到 42%，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亿基本上是4000万先交掉税，这是你现在就要交的，你人死的时候再交上一半45%吧，你剩下也就3000万。实际上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发达的那种公益事业吧，第三种分配它这么发达，基本上美国的亿万富翁90%以上的都是把钱捐到各个基金会，所以进入第三次分配的这个领域。而中国基本上就没有这种人呢，中国除了我看到一个陈光标以外没看到这种人。其实不是说美国人特别慷慨，他是这个税决定的。第二种分配啊，他把资金就逼到了第三种分配上。因为你反正你有一个亿，你剩下也就是2-3千万。我还不如把这个一个亿呢捐到一个基金会，由我相信的人甚至由他的家属子女来管理这个基金会。那显然要好得多。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慈善捐款，你基本上看不到美国富豪死了以后把这个钱捐给国家的，捐给政府的，几乎一个没有，一定是捐到那个基金会里面，他自己去使用，他自己支配他喜欢的部门。所以你要搞成第三种分配，你必须要第二种分配完善的情况下，对吧？你赚的钱，你一个房子你100万买的，1000万卖了，这90000中国就不缴税。你要炒股票，你要赚了100万也不缴税，中间的那个分的红利息要交税。那但我就问了国内一个朋友，他其实他就在参与到这个很中间，他也认识包括像王岐山认识像他都认识。我说为什么中国就不搞这个第二次分配呢，就不把健全呢？我比如说那个房地产税，这个我可以理解，对不对？中国人说我已经交了70年了，为什么再要交呢？你政府不能收我两次税吧，这个我可以理解。其实很多人有个误解，认为美国好像房子买的永远是你的，就不是这么回事。比如我们新泽西是全美房地产税最高的，就2%，也就是说你买一个房子40年左右，这个房子就归那个国家了，你就要交你这个房子买100万，你要交100万的税。那全美平均呢是1.2，也就是90年左右80年你也得交这么多税。但中国是一下收了70年，所以我说可以，我理解70年你收过了，你不能再收。但是资本利得税为什么不交呢？你炒房子，你赚了100万1000万。
为什么那个钱不交？炒股票。他就给我讲了一个道理，他说实际上他们开过很多会，也是接触到中国的顶尖的部门这些会，他就是那个政府部门和那个资本那些所有者房地产商他们之间在博弈，政府部门有他自己的利益，而房地产商呢也有他自己的利益，他就知道很多政府部门的人非常关键地位上的人，他们总要退休，退休之前其实跟那些商人都讲好了，就说哪个哪个机构好几个机构同时要他，最高的工资到了300万，他说我那个300万我那个不去，因为那个公司呢不够稳定等等吧，就这种。而跟房地产比如说在这个资本利得税上面博弈的什么呢，就我们都很熟悉的任志强也好，潘石屹也好，都在这个委员会里面，还真都是资本方面的一些大佬在跟政府在那谈，所以还是一种资本的利益他过不去，否则第二种税收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就一定立不起来，至少你炒股票赚了100万，你炒房子赚了1000万，对吧？我不收你的 property tax， 我收你的你赚的钱，总应该收税吧？还有就是那个遗产税，就美国的遗产税，你要是问一下那些有钱的人，你会知道他怎么做的。你现在比如说 Bill Gates 说我不想在美国待了，我想跑到比如香港，跑到一些没有遗产税的地方去，你走不了的。你先要把那个你该交的遗产税啊给留下，那就买路钱。而且还要按照你现在的收入要预交，就是每年他给你预期你还有10年的所得税，所以你是走不掉的，这是美国的税。所以中国真的要搞第三次分配的话呢，他必须在第二次分配上面 先做好事情。最后一个就讲的那个，比如胡平刚讲的一个温永，就是所谓的腐败，其实80年代从杨小凯，对不对？很多人讲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温润滑剂，甚至有说的更透彻的，就腐败也是一种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啊，可能还超过很多其他的东西。我记得最早80年代跟翁永熙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当时我经常回国，那个时候四君子呢，像王岐山还是骑着摩托车的主。那么翁永熙就说过，他当时是那个新兴电视剧里的主角，对吧？因为得罪了某些人吧，从中央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几乎都要拿到的，贬到了嘉山县。电视上叫古林县，就新兴电视剧，去做县委书记。他去了那儿，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还不安分，又搞了一个，就干部搭台，群众上唱戏，领导干部先富起来，这么一个，搞乡镇企业，搞各种各样的办工厂赚钱。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他说中国就你要防止中国就是那种复辟吧，就是。首先你就要把共产党和那些就资本啊，你要把它找到一个融合点，否则的话哪一天要是真的旧病复发了，刀一举起来，那下面就是什么连光九啊、布新生啊、劳改释放犯啊、社会闲散分子，那砍下去一点都不犹豫。但如果都是自己的亲家子弟，就做不下去，所以中国这个改革就不可逆，所以他就搞了这个。没想到后来什么呢？如果你知道那段历史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最后好像还胡锦涛的屁事，胡耀邦的屁事，翁永熙要腐化我们的党，还立下了规矩，党员干部子女亲属不准经商，不准怎么怎么样。但这个后来也没执行了，到了89以后就越演越烈。但当时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翁永熙他真的想得很远，就说资本和权力一定要融在一起，但他想的那个做法不一定对，但是资本和权力只要对立的话，中国永远走不出来。我相信中国的良，就是玉文刚讲的干净的资本是有的，不像是徐光讲的都那么脏都那么烂，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干净人的，只要你制度定在那儿了，脏人也会变得干净一点。你制度不在那儿的时候，所以对吧，他不想贪污的人也要贪一点，因为什么呢？和光同尘嘛，否则他也活不了。行，我就讲这儿。好的，谢谢各位啊。那么我们这一节节目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是很多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讨论啊。谢谢我们的嘉宾，谢谢我们的编导啊，谢谢我们的观众，再见。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